剑眉星目，棱角分明，狼狗型。黑雀白尾红，看起来非诚不黑的，但是呢，其实非常善良。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信不信我非礼你？认识你，我很开心。你什么意思？这难道不是你的把戏？那如果我要是女生的话，你会不会听我的话？怎么回事？这么软。陪你喝个酒吧。终于开窍了。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？